妈，以前在家的时候，老嫌金做饭不好吃。现在一个人出去了，想家的时候，哎，偷吃呢。一个人出去以后，一想家，就特别想吃你做的饭。您也知道，我在家基本不做饭。后来，只能想着您在家给我做饭的样子，自己倒腾了几下。您别说，还真做出了您给我做的那个味儿。那时候我才明白，这就是家的味道。哎，还能不能好好做菜了啊？不要影响我发功了。家的味道不在于它的菜到底有多美味，而在于您就是我最重要的家人。给家人心意，从为年夜饭加到乐事开始。